樵夫李和樵夫周一起去砍柴。太阳高高在枝头上，春风也微微笑。砍得力，砍得辣，砍得力，砍得辣，砍得力，砍得辣，快乐地向前走。他们找到了树，就开始砍着。突然发生了地震，天摇地动，他们的斧头就掉进河里去了。我的斧头呀，怎么不见了？这边找一找，那边找一找，原来它掉进河里面去了。这时候，河神生气地从河里出现了，身上还插着斧头。樵夫李把斧头拔出来。啊，好像不要这样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再放一次。啊，痛死我了！学生用斧头砍我的。这时候，小红帽唱着歌走过来。你们在吵什么？我有好办法了，你们两个用老实球来找出谁在骗人，用手摸球以后，手变黑的人就是骗子。现在把手给我们看看，我知道是谁砍的了。斧头还给你，可是你不但骗人，还故意要害朋友，所以我要拿走你。